3年前不如1年交啊，是这样的。用科学的角度，咱们去换算这么一个公式，说咱们现在公认的拳头最硬、最狠、力量最大的是谁？泰森。泰森一拳能打到多少？800磅左右。说腿呢？腿谁厉害啊？大家都知道泰拳王子波球，波球的一个鞭腿能打到多少？1200磅左右。但是咱们摔柔一个成功的摔技，您猜猜是多少？2000到4000公斤，还不是磅，是公斤，就是它的最大压强点。如果没有专业的垫子，专业的就是学习，一个人被摔倒比挨多少拳多少脚，这种伤害都是要大的很多的。而且在现在体育当中，你的摔技的成功往往能得到最后的胜利。也有一些民间谣传，10个 UFC 冠军，9个出自摔柔。